大家好，我是晨晨妈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来教大家织这一款呢，这个非常简单大方，而且呢，我觉得主要是呢，经久耐用、耐磨啊，这样一款笔袋。这款笔袋呢，它呢容量还挺大的，我觉得这个圆规啊、尺这一副的尺啊，这种水彩笔，平常用的呢，主要的这个学习的工具呢，我们都可以把它装进去。它的容量还挺大，这种大一些的圆规哦，这些尺呢都可以装进去。那它的织法呢也非常的简单，它的这个主体啊全部都是用短针，这个主体全部是短针。那旁边的呢这个呢是长针，我们呢就把它最后呢这样缝合一下就可以。所以呢它的织法很简单，我们的新手朋友呢也能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呢学会啊，很简单。好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这款简单大方又经久耐用耐磨的笔袋。它用到的工具呢有2.5的钩针、一把剪刀、一个缝合针、几个记号扣。那当然呢，我们还需要一根拉链，还需要一根拉链。那这个拉链呢，它是20厘米长的。那我觉得呢，这个笔袋呢，你可以织这个20厘米长的啊，配上这个拉链呢就可以了。那如果大家觉得短呢，觉得这个笔袋短呢，你还想织的长一点，那我们呢可以呢多起几针啊，配一根呢30厘米长的这个拉链也可以。这个我们店里呢都有的，20厘米和30厘米的都有啊。好，那下面呢我们来开始学习。我们用到的线呢，仍然是这个雪菲尔的五谷牛奶棉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用一团这样断染的线来织一款这样的。这款笔袋呢，我起了有这个起了有42针，这个是起了43针，这个呢起了42针，差一点点啊，我觉得呢有这么长就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呢今天也起一个43针的。好，我们呢拿出线，在线的一头呢，同样的，我们先要系个扣。好，把钩针伸进去，我们先要起针。那这个笔袋呢，它的起针呢是用辫子针的方法来起的，起43针。好，我们用辫子针。那这一针呢是不算针数的，好，这一针不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41、42、43。好，43个辫子针呢，我们起好了。好，那下面呢，我们就要开始来勾这个主体部分了。好，我们用手呢按住第43针。用这个大拇指按住第43针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立一个辫子针。好，我们开始勾第一行，第一行，我们在第43针，就是按住的这一针里面呢，勾一个短针。好，钩针穿过针目，勾出线，钩针上呢有两个线圈，我们一次性带过这两个线圈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短针的勾法。那我们可以呢，在这个第一个短针上呢，做上记号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每一针里面都勾一个短针，不加不减啊，非常简单，一共呢是43个短针。每一针都是一个短针，不加不减啊，就这样来勾。好，大家呢就用这种方法呢，把我们的第一行把它勾完，勾到后面呢，我们再来看怎么开始第二行。好，我的第一行呢已经织到最后了，还剩下2针。好，我们继续呢勾短针，最后一针了。好，那我们的新手朋友呢，你勾完了之后呢，你可以数一下，看看呢是不是这个43个短针啊？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一行。接下来我们织第二行，我们先立一个辫子针，好，把这个织物呢这样反过来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在第一针里面勾
一个短针。新手朋友呢，同样可以系上记号扣。第二针呢，也是一个短针，我们是这样呢，挑起两个辫子来勾的。这样挑起两个辫子，挑两个辫子。每一针里面呢都是勾一个短针，整个这个包包的主体呢，整个这个包包的主体呢，我们都是这样来勾的。每一行不加不减是43个短针。好，大家呢就这样勾，勾到后面呢，我们再来看怎么开始第三行。大家先勾。好，我的第二行呢，我也已经织到最后了，还剩下2针。好，最后一针了，最后一针呢，就在这个记号扣的位置。我们呢，都是穿过两个辫子。好，第二行呢，也完成了，第二行也完成了。那么第三行呢，也是一样的。立一个辫子针，好，又把织物呢这样反过来，又是在第一针里面勾一个短针，第二针里面也是一个短针，那这一行呢，每一针里面呢同样是呢勾一个短针，一共是43个短针。那么织到这边的时候呢，织到这边的时候呢，织完了第三行呢，我们又是立一个辫子针，然后把织物反过来。然后呢，又是43个短针。那我们这个包包的主体呢，它就是这样，从这边织到这里，好，又织回来，又织过去，又织回来，它就是这样的，不断的往返编织的。那我这个包包，它这个容量呢，我织了有43行，这个很好记，我起的呢是43针。织呢也织了这个43行，那如果我们姐妹呢觉得这个包包呢还小呢，你还想它呢这样，它的这个直径呢，这边旁边的这个圆的直径呢更大一些啊，它的容量更大一些，那我们呢，你就可以继续往上面编织，你可以织这个46行啊、50行啊都是可以的啊，都是可以的。那方法呢都是一样，每一行都是不加不减的短针，每一行都是不加不减的短针。大家呢就用这种方法啊，一共织43行，织到这一行的最后一行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呢这个旁边呢该怎么织啊。好，我这里呢43行呢我已经全部都织完了啊，织完了之后呢，它就是这样一个形状，这样一个形状。好，织完了43行之后呢，我们这里呢就可以断线了。断了线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线头来尝一下。好，大家注意看，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最后一行呢，这一边呢有这个很明显的辫子，那这边呢就没有很明显的辫子。那我们把这个有很明显的辫子的这一面呢当做正面，那么底下的第一行呢也是一样的，这一边呢也有很明显的辫子，反面呢是没有的。我们把它当做反面。那待会儿我们缝合呢，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就是这样的啊。这个呢是我们的正面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第一行和最后一行的这两个线头呢，我们就把它藏到这个反面啊。大家记得藏到反面，这个呢是我们的反面。好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呢，穿几针，好，把这个线头呢藏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不用拉得太紧，多余的线头我们把它剪断。那这边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呢也把它藏到这个反面。
这边呢是正面，我们把它藏到这里。好，同样的，多余的线头把它剪掉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笔袋的主体呢，我们就完成了。笔袋的主体呢，它就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勾这个旁边的这个圆形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先放到一边。这个圆形呢，我们还是要用跟这个包包主体相同颜色的线。好，我们还是拿出这个黄色断冷的五谷牛奶棉，它采用的呢是环形起针的方法，环形起针，好，在左手的食指上绕一圈，好，我们把这个环拿下来，左手呢跟平常呢一样挽好线，然后用左手的大指和中指呢捏住这个中间交接处，好，右手拿钩子呢伸进这个大洞。好，我们勾出线。我们呢，这个中间的圆呢，我们一共勾了四圈。第一圈呢是长针，所以我们先要立三个辫子。好，这个不算的啊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第一圈呢，我们要在这个大洞里面呢勾12个长针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长针的勾法。钩针绕线一圈。好，然后把钩针伸进这个大洞里，勾出线。钩针上呢有三个线圈，好，我们呢钩住线呢，先带过前面两个线圈，再带过后面两个线圈，好，这个呢就是长针的钩法，这就是长针的钩法。好，那我们呢在第一个长针上面呢做好记号。好，我们呢要钩12个长针，这个起立针呢是应该算一针的，长针的起立针要算作一针。所以这样呢，就是两个长针了。好，我们还要勾10个，3个，4，5，6，7，8。好，8个了。我们如果怕这个线头短了呢，我们可以稍微抽紧一点。9、10、11。12，好，我们可以数一下，看是不是12个长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六对了，没错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圈呢，把它抽紧，抽到中间的没有洞就可以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引拔结束第一圈。引拔呢，我们就在第一个长针处，也就是记号扣的位置。好，钩针伸进针目，勾出线，直接带过后面线圈，这就是引拔针。好，这是第一圈。那么第二圈呢，我们还是勾长针。第二圈呢，要开始加针。那么也就是每一个针目里面要勾出2个长针，一共呢。这一圈下来呢是24个长针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具体的勾法。首先立三个辫子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在这个立起立针的地方呢勾2个长针，要在这个立起立针的地方勾2个长针。好，长针勾法还是呢绕线一圈，
带出线，三个线圈了。我们先带过前面两个，好，再带过后面两个。同样的呢，我们新手朋友可以在第一个长针处做上标记。这已经勾了一个了，还要勾一个，还是在这个立起立针的这个洞里面，还要勾一个。好，那就等于呢是这个立起立针的地方呢，我们已经勾了一个啊长针的加针，这一个洞里面呢勾了两个长针，这就是一个长针的加针。好，那像这样呢，我们要勾12次，这已经是一次了。好，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也勾两个长针，一个了，还是在这个洞里，再勾一个，大家看到吗？这样就很明显了啊，一个、两个，好，大家再看一次，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两个长针，也就是长针的加针，一个了，两个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得了三组了。那大家呢，就以这种方法呢，把我们剩下的这些呢，加针呢，把它勾出来。也就是每一个针目里面，每个针目里面，我们要勾两个长针啊，勾两个长针，勾到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怎么引拔结束第二圈。好，我的第二圈呢，已经勾到最后了。好，我们可以数一下，现在有几组呢？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，好，已经呢有了11组，还差一组呢。那么还差一组呢，我们最后一个加针勾在哪里呢？好，我们一开始呢，这里不是立了一个起立针吗？那我们最后一个加针呢，就勾在这个第一圈引拔带出来的这一针里面，第一圈引拔带出来的这一针里面。好，大家看到吗？啊，就是这里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呢勾一个长针。好，那么这一针呢跟我们的引拔针呢啊，这样呢就刚好呢构成了一组。好，大家呢也可以数一下，那这样呢刚好是12组。好，我们引拔结束第二圈，还是呢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结束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二圈。第二圈呢是每一个针目里面呢勾一个长针加针，一共呢是24针。第三圈呢还是全部勾长针，那么它的编织规律呢是隔一针加一针啊，一共呢是36个长针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具体的编织方法。我们先立三个辫子针，好，这个呢算着一个长针了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立起立针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个洞里面。立起立针的这个洞里面呢，勾一个长针加针。好，我们在第一个长针处扣上记号扣。好，已经勾了一个了，还要勾一个，还是在这个洞里面勾一个长针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完成了一个长针加针。那么加上这个起立针呢，这呢就是啊。叫做我们就是我们这里所谓的隔一针加一针，也就是先勾一个正常长针，再勾一个长针加针。那这样呢，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组的话呢，那像这样呢，我们要重复12次啊，把它重复12次，这已经是一次了。好，大家再看，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勾一个正常的长针，好，再在下一个针目里，下个针目里。勾一个长针的加针，好，这就等于完成了两组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一个正常长针，一个长针加针，一个正常的长针，一个长针加针，这样呢就完成了两组了。好，那大家呢再看最后一次，下一个针目，一个长针，一个正常的长针。再下个针目呢，一个长针加针。好，这样呢就完成了三组了。那大家呢就以这种方法呢，把我们的第三圈把它勾完，勾到后面呢，我们再来看怎么引拔结束。
好，我的第三圈呢，我已经勾到最后了啊，我数了一下，已经有11组了，还差最后一组。好，一个正常的长针，还有一个长针加针。好，那这样算下来呢，刚好是12组。那这一圈呢，我们这个引拔带出来的这一针里面呢，就不用再勾了啊，这里不用勾了，已经有了12组了。好，我们引拔结束，再记记号扣的位置。引拔结束。好，这是第三圈，第三圈一共呢是36个长针，36个长针。第四圈呢，我们要勾短针。啊，勾短针，它是隔2针加一针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勾短针呢，那我们就只要立一个辫子了啊，立一个辫子当做起立针。好，我们在立起立针的这个洞里面呢，勾一个短针。我们在第一个短针处呢，做上记号。好，下一针里面呢，勾一个短针。好，这就是隔2针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加针了，所以下一个针目里面呢，我们要勾2个短针。好，这里呢就是我们说的隔2针加一针。好，一个正常短针，2个正常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。那这样被看成是一组的话呢，我们要勾12组啊，也就是要重复12次。好，大家再看，我们。先勾一个正常短针，再勾一个正常短针。好，接下来就要勾短针加针了，也就是这一个针目里面呢，勾2个短针。好，这样呢就完成了两组了，完成两组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大家呢就以这种方法呢，把我们的第四圈，也就是呢最后一圈把它勾完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。引拔结束啊？怎么引拔结束？好，大家就这样勾。好，我的第四圈呢也已经勾到最后了，已经有了11组了，还剩下最后一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组该怎么勾。好，先勾一个正常的短针，再勾一个正常的短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勾一个短针加针。那我们在哪里勾呢？同样的啊，我们跟刚才的这个第二圈一样，我们要在这个引拔带出来的这一针里面，引拔带出来的这一针里面勾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这里面我们要勾2个短针。好，在这里呢我们要勾2个短针。好，那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12组了，最后引拔结束。再记记号扣的位置，引拔结束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们的这个旁边的这个圈圈呢，圆圆呢，我们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把线头呢稍微拉长，剪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藏一下线头。我们把钩针呢，这是刚才的。立起立针，这个引拔的地方，我们把钩针从后面伸过来，把我们这个线头呢带到后面去。好，然后呢，再在第一针里面，同样的，从后面往前面穿。好，把我们的线头呢这样带一下，那这样呢，它就会形成一个辫子啊，引拔的痕迹呢就不明显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这2个线头把它藏一下。藏线头的方法呢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呢在后面呢穿几针，把这个线头藏起来。好，我们整理一下，这里呢不要拉得太紧，不要拉得太紧。好，这个线头，
再长几针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把多余的线头把它剪掉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这个旁边的一个圈圈呢，我们就这样勾好了。那我们呢，要以相同的方法呢，啊，像这样呢，要勾好这个两个这样的圈圈。好，那我这里呢已经勾好了，勾好了这两个圈圈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缝合了。好，大家注意看，这个呢是我们的反面。这个呢是吧，有明显的辫子的，这个是我们的正面。好，我们呢这样对折，正面在外面啊，正面朝上，把这个主体呢对折起来。好，我们找到中间的位置，找到中间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在中间用钩针穿进去，在旁边呢这样穿。好，我们拿起我们的一片圈，一片圈圈。我们把这个引拔的地方，这个呢是刚才引拔的地方，结束地方放在最下面。我们呢，钩针穿到，啊，就穿到最下面这一针，大概呢这个引拔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样固定好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把它缝合起来了。那这个缝合呢，我们要用这个跟主体一样颜色的线。那如果大家没有呢，就用这个五谷牛奶棉。好，我们可以取长一点的啊，留长一点线头，取一段出来。这个呢，它不是有五谷吗？我们把它分开。好，一个一根呢是两股，一根呢是三股，你把它这样分开。刚好呢，我们有两个圈呢要缝合。好，我们先拿出其中的，随便两股或者三股都可以。好，把它穿到我们的这个缝合针里面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缝合了。好，刚才呢，我们这里呢已经固定好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把钩针取出来，把我们的缝合针穿进去。好，后面呢留点线头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们就这样。大概呢每一针，好，然后对着主体这边的。我们一定要把它对齐啊，这样呢就斜了。所以我们重新穿过，这样，这样就不斜了，刚刚好。后面留点线头，好，又从这边呢，穿到另一边。好，我们就以这种方法呢，这样一针对着一针，把这个呢缝起来。好，大家就这样缝，缝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大家就这样一针对着一针，缝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该怎么继续。啊，大家就这样缝。
好，我这个呢，我已经缝合到这里了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把这边呢，也把它这样对好，要开始呢，把这两个地方呢连接起来。因为我们这个行数呢是算好的，所以呢，它刚刚好啊，不会差很多。好，那这里说明一下，如果我们有的姐妹呢，她勾呢这个有46行啊，或者50行啊，那么肯定呢，你这个旁边的这个圈圈呢，你也要相应的扩大。那旁边的圈圈你怎么勾呢？好，那你勾完了第三圈的长针之后，第三圈呢，它是隔一针加一针嘛，那你第四圈呢，你也可以勾长针，那就是隔两针加一针。第四圈隔两针加一针，勾长针；第五圈呢，你再勾短针，那就是隔三针加一针啊，隔三针加一针啊，以此类推啊，以此类推。那你可以呢，把这个圈呢，把它扩大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呢，要开始把它们连接到一起了。好，我们要这样呢，大概的。这样比好啊，好，这样呢就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要把它拉紧。这个连接处呢，我们要来回。多缝几次，来回的多缝几次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把它固定住了。好，这样固定住了。好，固定住之后呢，我们就过渡到这边了。好，那这边呢，跟刚才的那边呢是一样的啊，我们也是呢，一针对着一针这样把它对应好，把它缝起来。方法呢是一样的，好，大家呢以这种方法呢，把剩下的这一些呢，把它缝好，缝到我们一开始，开始的地方，把它缝到开始的地方，方法是一样的。好，我这边呢我已经缝到了一开始这个有线头的地方了。好，那我觉得呢我们这个呢，为了让它更牢固呢，我们呢还可以再缝一圈啊。再重复的缝一圈，那么这个第二圈呢，缝起来呢就比第一圈呢要简单，因为它已经呢被固定住了。好，那我们呢就重复刚才第一圈的方法，我们呢重复刚才第一圈的方法，把这个呢再缝一圈，再缝一圈，缝到了我们这个开始的地方，也就是这个地方。大家呢就这样缝。又从这边呢一直缝过来，好，大家注意呢，这个缝到这里的地方呢，我们你可以多缝一两次啊，多缝一两次，好，把它这样缝过去，好，缝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怎么结束啊，缝到这里，好，我这里呢已经缝到这个开始的地方了，那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头剪掉，这两个线头呢，我们可以打个死结。好，我们可以多系一次。打完了死结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线头呢来藏一下，把它藏起来。好，我们把它合到一起哈。合到一起之后呢，我们穿到这个大号的缝合针里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旁边呢，随便找个地方呢，把它藏起来，因为呢，这个颜色呢，它是相同的，所以呢，你即使藏到这里呢，也是
看不出来的。那当然呢，你也可以把它呢啊勾到这边，藏到这里也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可以呢这样大概的藏一下，多余的线头剪掉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呢我们。这一边的这个圈圈呢，我们就把它这样固定好了，缝合好了。那现在呢，大家呢，再以相同的方法，把这一片呢，也把它呢这样缝起来啊，也是这样呢，先对折，我们找到中间的位置，把这个引拔的地方呢，啊，引拔的地方呢，对准在下面啊，也是这样来缝的。好，这样呢，缝过来。缝了一圈，再缝一圈，好，把它固定。好，大家呢用跟这边一样的方法呢，把这边呢，也把它固定好。固定好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始装这个拉链了啊，装拉链了。好，我这里呢以相同的方法呢，把这两边呢都已经缝合好了啊，两边都缝合好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还剩下这个拉链了。那我们可以取出一个，这个自己喜欢的颜色。啊，比较搭配的拉链呢，好，我们可以要把它装进去。缝拉链的方法呢，这个啊，前面呢我们也已经讲到过了啊，这里呢我就大概的讲一下。好，我们同样的呢是先把这旁边固定住，先把这旁边固定住。那这个缝拉链呢，这个大家呢最好呢要用这个，最好要用定型针啊，我们把它定型一下。会更好缝一些。好，我们先呢，这样对好。啊，最好呢用下这个定型针。好，然后呢这边也是一样的，把它固定起来。然后呢，再调整一下。这个用定型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，只要固定好了之后呢，那我们就可以呢。啊，像刚才一样的，拿出这种跟主体颜色一样的线啊，用我们的缝合针呢啊，把它穿起来，把它穿起来，然后呢，这边呢从右边开始啊，慢慢呢把它缝过来啊，慢慢把它缝过来。那这边固定好之后呢，我们呢就可以缝另一边了。缝另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这样，先把这个包包啊，先把这个笔袋的拉链拉开。用同样的方法呢，好，记住呢，这个是在中间的。用同样的方法呢，这样呢，把它固定一下，也用我们的定型针。好，也要用到我们的定型针。这样呢也可以，好，也可以呢，这样呢，把它固定一下。固定一下呢，也同样呢，跟这边的方法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呢，再用线呢，从右边呢，
缝到左边，这样呢，慢慢的一针一针的把它缝好。缝好了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基本上的这个拉链呢就可以把它拉起来了。那缝好之后呢，它就是这样一个样子，缝好之后呢，跟我们这个包跟我们这个笔袋呢，它是一样的，它是一样的。好，大家呢就按照这种方法呢，把它缝起来，把它缝起来就可以了。